妈妈一定会尽快把你带回家。你喜欢做工具找找妈妈。学姐，你哪会走来啊？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。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丁文斌，你逃亡公司还会再租金还会回来吗？你先给我一个交代。是要到这百富集团大头客，来第一路的去用客家人啊？这笨手！哎，我叫两个爸。这拢是我输赢，实在地都要无情无义，我干嘛一只狗？做咩？亲生的，跟你阿用的是无同款，有血缘关系，才当放心哈。我是要来摕陈陈顶一边那里家的彩色笔。哎，是啥？你是不是有代志在问妈妈？哪有？我早就在怀疑你啊！哎，你信我啦！哎，你是不是搁介意马可？我暂时就想要去海岛，过着无高桥镇的生活。你我跟你来。在做中华业的事，我一点都没叫你负责啊！记得订阅我们哟。